我真的瘦了，别叫我胖子，我现在是标准的帅哥一个。姐姐，我已经很温柔了，不然早把你屁股打成八瓣。三哥，胖子注意情绪，可别把你的火放出来了。香香，你看我瘦了，也有了第七魂环，你可以接受我了吗？ 谁要接受你了？你先抓紧时间修炼，等你们通过考核，我会考虑给你个机会的。凭借水晶血龙身，小五重新获得了肉身。等我到达封号斗罗级别，再用上古灵兽内丹助他魂体合一，就能彻底复活他了。 张老，我是来提亲的，我喜欢香香很久了，希望您能答应。我对香香是真心的，从来没见过香香这么好的女孩。虽然她看起来高傲，但其实内心温暖，善解人意。相识以来，她一直默默支持我，鼓励我。全都是因为我太弱了，才会成为你们的拖累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明明我最害怕的就是拖累别人，却走着脸的你。 我真的没有，香香，别哭，我没事，我可是说过会一直保护。我没什么志向，只要能快乐的活着，不愁吃喝就行。不过，如果是为了我在乎的人，我也能那样奋不顾身。